大家好，我是瑶瑶，今天是2024年的2月18日。对我来说，这是个特别的日子。一年前的今天，我独自一人开着面包车挑战自驾中国边境线。转眼间，你们陪着我一路走过了又一个春夏秋冬，一路走来跌跌撞撞，坎坎坷坷，有苦有甜，有得有失，更多的是感恩你们给我在成长路上带来的美好回忆。这一年中，我从我的家乡四川绵阳出发，我们一起走过了四川、重庆、贵州、湖南、广东、广西、云南、西藏、新疆，无论在哪里，你们都时刻陪伴着我，温暖着我，鼓励着我。一起走过的365个日夜里，你们已经成为我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你们的每一句祝福，每一句鼓励，每一句安慰的话，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。因为有你们，我无数次地被感动，在你们的关怀下不断地进步，有你们的见证，我每一步成长都是那么自信。谢谢你们陪伴我，引导我到达了从未到达的高度，看到了从未见到的爱。我没有翅膀，可是你们让我能够自由地翱翔。因为有你们，我再也没有害怕过面对风雨，以及因为有你们而变得更加坚强的自己。谢谢你们走进我的世界，希望以后你们回忆起我是温暖的，是感动的。感恩遇见，感恩有你们，在这样一趟永远不可能再复制的旅程，每个人都刻下了自己独一无二的回忆。无论这些记忆是悲伤的，是迷茫的，是不安的，还是欢快的、热烈的，甚至是疯狂的，它都是人世间最美好的回忆。因为青春意味着奋发与成长，青春总会激荡出一生能破两雕虎，虎骑千重只是吾的力量，张扬着大鹏一日同风起，扶摇直上90000里的意气。东方欲晓，莫道君行早，踏遍青山人未老，风景这边独好。只要人生充满诗意，你便永远是少年。人生不只有长度，还有宽度，希望你我在赶路的时候能够有停下来的时间，去体验新鲜的事物，去探索新的自己，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去感受自己的青春。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，阅人无数，自驾祖国边境线，我欣赏了数之不尽的亮丽风景，目光所至皆华夏，五星闪耀皆信仰，愿以吾辈之青春捍卫盛世之中华，何其幸运生于华夏，见证百年，愿山河无恙。未来的日子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，砥砺前行。瑶瑶在这里祝屏幕前的你往后余生心向阳光，在生活中，在工作中诸事顺利。我也会继续努力，不惧艰险，成为更优秀的自己。破茧成蝶的过程虽然非常痛苦，但是上天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的人。愿2024年我们都会越来越好，加油，奥利给！